驱魔是步枪团境，大家应该都玩过了。总体来说，这张地图还是比较适合练枪的，因为狗杂在这个模式是没有的，其他步枪的强度都不会差太多。但玩游戏大家肯定都是想赢的，今天教大家一个无赖玩法，仅限于开局使用，能大大提升自己的淘汰数和胜率。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开局什么也不要问，直接收枪空手往仓库里面跑。因为仓库在开局是必刷一个三级头和三级甲的，这个版本防弹衣增加了免伤，三级防弹衣免伤是60%，身上自带的二级防弹衣才45%免伤。捡到防弹衣最起码能多扛1到2枪的伤害，三级头防御效果也更好，也能帮自己多扛一枪。有了高等级防具的加持，开局就有了巨大的优势，而且防具一拿，很容易和队友形成三面包夹之势，胜率自然就高了。还有一点，步枪团境掩体太多了，最好不要冲得太靠前，很容易被敌人阴。好了，兄弟们，赶快去游戏试试吧。